话说姻缘阁有一小仙名祥云，因误打误撞与战神出空一同跌入红尘井之中，开启七世情节。这出空仙君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他可是拥有通天神力的麒麟神族二殿下。你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本座预定的历劫仙侣了。转折转得太折了吧！我才三千岁，他都五万岁了，这不是爷孙恋，也得是老祖宗恋了。看我这目录，霸道皇帝小娇妻，高冷仙君最给力，尺度再大一点。仙君，吉时已到，下凡仪式现在开始。仙君，祥云。不是吧，师傅，和小祥双修吧。刺激情节安排上。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万千红尘，冥冥众生，我一直在找一个人。自古以来啊，少女的心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谜题。认识许久许久，师父的心跳是因为小翔吗？佛人的聘礼，陆海公府上。带我洗个好好战果，回来喝本公主酿的海棠花。下辈子，下下辈子，你都能找到我。这架势，姻缘阁又多一靠山女婿。Ha ha ha ha!